欧盟欧盟小乐伍思贤说到做到，实现与粉丝年年相聚的约定，举办 Listen to Lovers 演唱会，大走浪漫路线，抒情歌曲连发，全场一秒成大型 KTV 现场，集体嗨唱。我最大的缺点是很少讲出爱恋，你们来的特别有意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场演唱会之后呢，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就会先封麦了。因为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好好做新专辑，我们当然目标是接下来要办一个更大型的，那那个时候才会再有机会再听到这些歌。演唱会上，小乐特别邀请好友李玉玺站台，两人一起合唱《料理高校生》主题曲《回忆沙漫漫》。爱就要直接又坚决，也许很想，但这就是我的专属。两瓶快递。